是铃铛。你们看这几条有，我是冠军。冠军妹，哎，那边打 game 吗？借 WiFi 打 game 吗？人家叫你来拍动作，还有这个假扮年轻安迪，他们这几条有来我家拍这种黑暗料理耶。身为一个主人了，我哪里可以不拍？是不是？我家做什么嘛 ？Money，Money， 赌钱呐。啊。Money。今天我要拿这个 Money 来煮成 Maggie 面。What？ 好像不对嘞。我突然想到 ，Money 都是 Maggie 面了，要不要煮成 Maggie 面不会 OK 嘛？然后我原本是准备要煮两包的，有一个沙盖啦。我吃掉一包啊，我原本想要煮一包是放它的这个酱料，一包是放咖喱的。结果你看，吃啊啊，吃吃吃，还回来啊！哎呦，这有个摄影师哎 ，Yuki， 哇，来，我们用一个八两点的锅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放哎，灯笼。我们放点水给啊，因为他妈蜜放的很少啊。感谢你片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每次煮麦片面是先放面还是先放粉呢？没有，我是把粉倒一碗，啊、然后煮面了，然后这样淋弄上来。没有，你是先放哪一个？我的粉是放一碗。哦，第一次先放面啊、小杨呢？面放面的、都是放面的，没有人放粉的。很奇怪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先放水的。他们听不到我的。来，说来，出手下面。下面。这不可以吃的吗？我连下面那巧克力有。鸡蛋糕，我这个不会，那上面不会就黄标，这一步黄标。哎，我很轻松哎，我第一次拍要煮。我觉得要够味一点，不只要加一点。对，两包。你来两包。我觉得我第一次拍这个煮了，我是很轻松。哎，你看他反回来超像了。有。哎，没有人理我讲话。因为我在。你来讲不？来了，可以来。我们去外面去聊天啊，走走走。我们不要拍了，我们今天好好聊。下粉了啊！这是我有史以来拍过最轻松的主食影片，你看到吗？我是完全不用煮的，这样可以吃的喂。哦，那可以哦。其实根本就是可以吃的嘛，只是来炸了嘛，每个Maggie面嘛炸了。你等一下，这是 Mr. 林栋还是 Evie 艾薇？快让 Evie 艾薇下厨房 ，Let's go。热情啊，反正都是福利嘛，你们下面给我们吃，我们就 OK 了。来，我应该要煮一下嘛，很烧哎，是你的款待一定要煮一下。我可是你看它的汤好像很单向哎，多一包了，多一包了，三包下完，三包，很烧。那我要喝看它汤的味道，可以吗？如果不够味再下，不够啊，够味啊，完全没有味道。下完，按照你下完啊，反正吃不吃了呢。哎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刺耳头发会脱。妈，今天有小样是嫌头发多呢，戴帽子啊，应该是有点够痛了。OK， 可以啊，我们可以上了。啊，放开啊！来，我们来重复一遍。没给搞，稍微都是烧了，不是放开。哎，我讲了，你做人搞了，没给搞。来，快点青葱。他青葱，没有青葱啊。对，叫你放青葱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吃葱，可以了。起锅上菜。你今天吃这么晚？今天想要煮那点怪怪的东西。你来，我们试吃。我老婆昨天拍这种肯定我有点不习惯呢。啊，这很像米粉面的味。对。它本来就是一个。哇，很好吃哎。哇。根本就是Maggie面，我也是没不到的味道是这样子的嘞。你吃得到吗？哎，你这几包粉呢，很有味道哎。六包。哦，所以你们要拿Maggie面来煮，你们要用六包粉。哇，真的好吃哎，真的好吃这个。有放鱼圆啊，对，它汤也很够味嘞。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可以嘞，以后我买Maggie我就这样煮。
放点青葱那种。哦，跟你们讲，今天我拍的黑暗料理啊，这个最不像黑暗料理。对对，这个是最好吃的。因为我昨天还没想到拍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应该会很搞味。妈的，饼是蓝色，饼是蛋白。应该没有人想到要放肉包粉，还是刚刚好的味道。可是你的水要刚刚啦，水很少啊，真的很少。一杯水哦。啊，那味道像什么？像那种鸡汤这样。阿姨的那种鸡汤。你不要吃了，不会讲话。你会讲，你会讲华语吗？我会讲印度。母的。哎，我们不是做效果，这个汤是好吃的，你们可以去煮。面也很好吃。相信我，你们煮我不会骗你们的。啊，如果不好吃，你们在下里面给我们赶赶赶赶掉我们给掉。啊，门掉乱用，掉你们不教啊！你们下面带牙刷他，那挨句带牙刷他。没有，真的是好吃，不要煮。不要注意放六包粉。如果你的水要放少啊，你放少的话，你要阿甘那个量，因为我们家水放太多，所以要放六包粉。如果你是放到一点点水的话，我觉得三四包够。哦，这样子去外面那种店哦，用一块钱啊买五包那个吗？哎，手里一包三毛啊，三毛三六九三八呢？快办！我觉得你可以去开店哦。要注意少喝哦。什么注意就过来了。我去吃好了，对吧？最近电又降低。他也是要出来。对，也是好哎，少一个油皮哥。是跟你讲，你去开面档，我们三个人宣传你。好，这样子，我就多谢谢我们两个一直以来的陪伴，这应该是我最后一面了。我觉得其实这个我算给你们透露了开档口了。鼻子痛吗？我跟你讲，那放那个，因为今天是粉放多，跟你讲，一定像鱼币这样来开档口啊。所以啊，哎呀，你觉得这分你会给几分？九分，还有一分呢？六。哦，要配料还好吃啊。肉盐啊，青葱这样子。女生都是连接的，不要把整个美肌面搞得像阿达这样。嗯，没有头发。OK， 你看过去了，不想看到很低的。我给你给满分，因为他出乎我意料。他真的是出乎我意料。我刚才你拿出来之后，你每天不要，我看到是因为他出乎我意料。他出乎我意料。他出乎我意料。他真的是比我想象中好吃太多，完全没有想到是这种味道。所以我才给他满分。什么呢？小鸭分呢？因为他没有料。哇，这个没有料就九分，你没有料五分了。臭豆鱼也呢？臭豆云吐。臭豆里面有起司那种。对。哦，还有一包在艾薇的肚子。那你们我要煮两包啊。我要吃了一包。吃了一包啊。打出来。打出来。给他。打上面。厕所先拿，给他。哎，还没搭出来呢。哎，有配料。妈的，你不讲，他妈越讲还觉得很像哎。我讲我煮的东西像他们。你看你边。来啦，今天就随便揪点拍点这种黑暗料理。真的，就是你揪拍，其实还蛮好玩的，不用去想象多东西。对。OK， 我们喜欢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Yeah， 如果不喜欢的话，点肉。很收尾的计划，别啦，也不要忘记订阅小杨、艾薇跟 UG， 没有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Oh.